6月11日凌晨，伊能静在自己微博发文怒怼直男癌。她写道：女人生孩子不是来给你提高国家生育力的，提高生育率是男女两方的责任。你能在各方面好好爱她爱孩子，她就有勇气继续生。要提高生育率，麻烦你提高做男人的品质，并表示女性不是工具，生儿育女是双方的责任。要向国家未来好，你当个有责任有爱心能教养出善良有品格的孩子的父亲。如果都是好孩子好家庭，国家一定会好。网友纷纷表示绝对支持，直男癌太可怕了，怼得好，三观超正的伊能静姐姐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